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四，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哈。那么就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扬眼珠或者眼皮哈，轻松的闭起来，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坐。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只要我们感觉做下去了，感觉可以做的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哈。现在是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单盘、散盘，坐椅子或者要靠背都可以的。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就可以哈。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我们全身的肌肉，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完全放轻松，有的人已经做成习惯，就是当闭上眼睛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皱着眉头。当我们知道了，就慢慢把它放轻松哈，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跟着放轻松，我们稍微微笑一下，让我们脸上的肌肉更加轻松。颈部也放松，两侧肩膀
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伸直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也跟着放轻松。背部我们就调一调哈，让我们感觉轻松舒服，而能维持觉知正念。这个背部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太直的话，会让我们感到紧绷、不舒服。但是如果太松的话，我们会开始驼背，然后会容易打瞌睡。容易昏沉，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哈。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全身都放轻松，全身都感到。失败，失败的。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都可以哈，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正在休息，所以舒舒服服的坐就可以了。然后接着我们来假设看看，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像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里面都是空空的哈。当我们这样想，自己可以感觉身体变轻了。我们呼吸的时候也会更顺畅，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我们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了，全部啊，
一点点都没有留在里面，全部都被排出来了。感到轻松，失败。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坐在大自然中，坐着休息，在这里没有任何人事物，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坐在这里，慢慢享受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感觉有微风。吹过来，感觉整个身体都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融化，跟周遭的环境融合成为一体，失败的。然后我们也让我们的心也能够休息一下哈。让心休息的方法，就是我们先把所有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现在无论是有关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全部都放下来。我们现在只在当下，坐着休息。现在我们的心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所以，我们可以暂时把所有的任务、所有的负担、所有的关爱，全部都放下来。这段时间。是给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所以全部都放下来哈。当我们懂得放下，自然而然，我们可以体会到。放松，从放下开始，可以慢慢体会到放轻松。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而已，身体放松。心
中分下，担当失败的，然后我们试试看哈，我们把心安放在手佛点那里。舒服点，就是我们感觉满意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感觉把心放在外面的某一个点，感觉轻松舒服。我们就先把心放在那里。如果我们感觉把心放在体内的某个地方比较舒服，我们就先把心放在那里。或者，如果我们感觉习惯把心放在身体的中央处，那么我们就让我们的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处那里，在手佛点那里，慢慢体会到回家的感觉。当心回到自己的家，会感到有温暖的感觉，有安全的感觉，也有自在的感觉，慢慢出现，我们就让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么温暖的家休息一下。当心宁静，在这个舒服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舒服感会慢慢的增加，自由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扩大，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让整个身心感到失败的，接着就行大家各自练习一下哈。
宁静、轻松、舒服。今天就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啊。我们只要心静的动念，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大，能够笼罩着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啊，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众生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轮回中的共难者，所以我们以慈悲心来看待一切众生哈。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全部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都远离一切恶人。在色财钱财能力财都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邪佛、每一尊阿罗汉，给我们每一位导师、有龙部祖师、法上师父、龙婆他们是有长老奶奶等等恩人，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然后接着就行大劫，各自发为善的愿啊。
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ร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ชะ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ง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ติภะวันตุเต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在佛陀时代哈，有一位新出家的比丘，当他出了家，他才发现，哦，要持很多条戒，比丘戒有227条啊。所以当他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会有旁边的比丘跟他说：“哦，这个犯戒哦，那个也不行，那个也犯戒啊。”让他感到很紧张。后来他就想还俗了。佛陀知道这件事情，就叫他去找佛陀，然后就跟那位比丘说：“比丘，你不用持227条戒也可以，你持一个东西就可以了。”那位比丘感觉怎么样？哦，佛陀给我打折，我当然会特别开心，会欢喜的。那就问佛陀，那如果只要持一个，我愿意。佛陀就跟他说，你只要守护自己的心就可以了。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只要守护自己的心，就是说可以维持宁静的心，一整天都维持宁静的心，就不会去想，不会说，不会做那些恶的行为，也会特别小心要做什么。佛陀简单化，把很复杂的事情当作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其实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龙婆呢，他看很多弟子，如果跟他们说，你们一整天呢，都要一直训练自己的心呢，有的人开始紧张啊，一整天吗，龙婆？一整天吗？龙婆怎么说？不用一整天也可以。一天做两段时间就可以了，会不会特别开心？真好，24个小时，只剩下两段时间，我们来看，龙婆说哪两段啊？我们只要禅修两段时间，就是闭上眼睛时。跟张开眼睛时，不用做太多，闭目时也做，睁开眼睛时也做，这样就够了。实际上它是什么？就是一整天的意思，对吧？但是龙婆说，哦，其实很简单，只是两段时间而已。还有另外一个，那我们来看龙婆还有说什么话呢？把心放在舒服点的时候有的人会很紧张，舒服点是在哪里？我一直找都找不到。老婆说，把心放在哪里都可以，像我们正在休息一般，感觉不辛苦就可以了。有没有比较简单感觉好像很简单，对吗？龙屁的
朋友哦，就是前天应该是前天吧，讲过的，就是跟龙婆一起打坐的那位他要当辅导师去跟新出家的比丘教他们打坐。有一位他是外国人，听不懂泰文但是冷僻的朋友也不会讲英语，但是也要介绍他舒服点，舒服点是什么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又不会讲英文，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你只要去 go to OK，not go to no OK。听得懂吗？Go to OK, not go to no OK。用非常简单的英文，都不合任何文法。但是也很奇怪哦。那位外国的比丘他也了解。那如果问大家说什么叫做 OK？我们。那位龙皮的朋友他曾经问过我们有好几位我们来讨论，你们认为什么叫做 OK？有人说是对了的意思对了的那个点，有人说喜欢我喜欢就是 OK，有人说是当然的，当然理所当然那个是 OK 的，有人说是正确的那一点呢。就是我 OK 的，有人说合口味，好像肚子在饿的样子哦，合口味，他是把这个 OK 拿来跟这个吃饭的拿来做比喻，还有什么欢乐的地方就是我 OK，然后 P 的朋友就说对，全部都对的，所以都 OK，都 OK，你们要记得都可以 OK 的，go to OK，not go to no OK，然后我们看，他就说，如果小小的这个点是一个小小的舒服，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舒服的这个点。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累积的话，我们会变成什么？OK，你看小小的一个点可以把它摆成 OK 字，也就是说，我们一整天小小的舒服感，今天有去修什么功德，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其他人分享功德，很法喜。今天，我持清净的戒，真的很法喜。因为很多人都犯戒但是我今天呢，感觉特别法喜。我从早上到晚上戒特别清净。然后呢，我今天呢，一整天都正在练习守护自己的心。都在练习训练自己的心，想到这里怎么样？小小的一个舒服点变成 OK 字了，大家今天怎么样？OK 了吗？今晚龙必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